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IELTS 讲座。首先，我们要先感谢来自台中的张友瑞先生，他说：“多热心一点，哪怕穷热心。”那首先目录的部分，一开始我会先自我介绍，那我会介绍淡江他的生活环境，以及我所就读的科系，还有其中我所印象深刻的课程，最后是课外活动经验，还有心得与收获。那首先自我介绍的部分。我是生长在一个不断改变的成长环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像我在澎湖出生。顺便考大家一下，就是大家知道澎湖出生身份证开头是什么英文字母吗？我最后来做解答。然后我在幼稚园到小一的时候，在美国生长过3年的时间。因为我的奶奶住在佛罗里达。那回来台湾之后，我的国小跟国中都在南投水里乡。不过我在高中的时候考到台中的惠文高中。那现在我来到台北读书，就读淡江大学。这样一直改变的生长环境会造就我，生活会一直想要追求新鲜感。怎么说呢？就像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每一个阶段会一直想做不一样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活一直处在安逸的状态。那我会说自己是关不住的孩子，就是可能因为从小，也在国外住过的关系，所以小时候就知道其实这世界很大，然后也曾经体验过那种文化上面的差异，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所以小时候就会一直很想往外跑。然后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面试国际处的去大陆的交流活动。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录取，所以我没有跟我妈说我去应，就是去面试。那结果没想到录取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就打电话给她说：“那个妈，我下礼拜要去一趟哈尔滨哦。”然后我妈就很受不了，她说：“你知道当你妈心脏要很强吗？因为我是一个很爱乱跑的孩子。”那会讲到12年的迷惘，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教育制度。我每次遇到大考，像是我那个年代考机测的时候，还有之后考学测啊、考指考，我每次遇到就是大考的时候，一定会考前会大哭好几次。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压力不只是对于升学而已，还有对于我对人生的迷惘。就像我好像找不到生活的热忱，我觉得就是我把人生的很多的岁月都花在，学习别人帮我决定好的科目，但是没有人跟我讲说，就是我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在过去求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蛮自卑的，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要用分数来定义孩子的未来，但是在我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确实发生的事情，大家会用分数来定义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所以其实我很多的自信心是一直到升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建立的。那我会未来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会想要成为一个能够享受每个当下的人。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可能会有挫折的阶段，有成就的阶段，可能也会有迷惘的阶段。那我希望自己能够享受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当下。就像现在我是学生的身份，我会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把握这个身份去探索。那也许在未来60、70岁的时候，我也能够享受那样子的状态，然后那样的生活。那这我的讲座主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学生的身份。为什么学生的身份这么重要呢？我之后会继续介绍。那先来介绍淡江大学。淡江大学的交通跟环境是什么样子呢？淡江就在淡水，也就是捷运红线的底站。那捷运站旁边就是淡水老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到淡水老街去看夕阳。如果天气好的话，那边夕阳真的很漂亮。那怎么从捷运站到淡江就要搭公车？我们会通常会搭红27跟红28，大概是10分钟的车程。那讲到淡水，就必须要讲这里的雨真的很可怕，就是因为淡水就是风很大，然后又很常下雨，所以有时候那个雨真的是垂直朝你攻击，然后就觉得就是我手上拿着伞，但这个伞到底有没有用？所以来淡江读书的话，一定要具备一个
很坚固的雨伞，因为就是会很容易坏掉。然后因为这边很潮湿，所以如果你之后会想要在淡水附近或淡江附近租房子的话，那记得也要带一台除湿机过来，因为房间会很潮湿。我会说，我们学校真的是一个在山上的校园，因为我们坡很多，就是可能会有各种阶梯，然后会有，就连校园里面很多坡，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骑脚踏车。而且你进大楼就是永远都不是1楼。像我那时候新生刚入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教室在3楼，然后我就想着说进去那就是往上走嘛，我没有看自己在哪个层楼。结果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一直往上走，发现我怎么来到6楼？因为我所进去的那一层楼就是在3楼，所以大家就是入学的时候，每次进教学大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自己在哪里，而且有时候正门跟侧门进去还是在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淡江是一个大小很适中的距离。如果你从学校园的对角线走的话，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是一个我觉得你可以享受就是走在学校的感觉，但同时你又不会觉得太大。这个四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会活动的范围。如果你要吃三餐、喝饮料或者是吃宵夜，大部分都会在这四个地方。那公车的位置，红二八会在校内，红二七会在校外。那讲到淡江的特色有什么？就是我们有超多社团，我们有200多个社团。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社团是必修学分，就是你必须实际参加一个社团，参加活动，然后去收集认证，你才能毕业。不过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如果你有好好参加社团认证，收集认证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给自己压力太大。那也不用担心自己不知道参加什么社团，因为通常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社团博览会的活动，就是这条街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摊位，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去问，你有兴趣的社课，他们的课程到底在上什么？那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在摊位上面做报名。接下来我们在下学期的时候会有一个叫文化周的活动，就是各校友会把各县市的美食搬到这条街上，这条街就跟社团博览会是同一条街，就是我们的海报街。那这一周就是你可以买到各县市的美食。那讲到淡江，就是淡江的学生真的人数爆多。我们人数，我记得我新生入学的时候，那时候跟我们讲，我们的人数是仅次于台大。就是这条街，就是还记得我刚说有四个地方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嘛？这就在大学城，就是我们人数超多，连吃饭中午吃饭都要抢位置。那人数多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连抢课都是一场战争，大家会抢通识啊，抢选修，抢体育。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比技术而已，还要比运气。然后接下来会介绍淡江的资源。但是这边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是，其实我们国际交流会有蛮多活动、蛮多机会的。那短期交流会大概是可能是1个月或者1个月内的一个交流活动，会有学期中的，也会有寒暑假的。那交换学生大部分会在大三的时候出国，如果你要去欧美的国家，就会是几乎都会是1年的交换。那如果你是要去大陆的话，就会是1个学期的。那很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语言交换的活动。这语言交换就是你可以选择，譬如说，假设如果我想要学法语，那我就去报名，我想要学法语。那他会帮你配对一个知道法语的，会说法语的外籍生，然后他帮你配对之后，会有固定的时间，你就和他进行语言的交换，与人的交流。大家也会有很多的演讲跟证照。这些东西都会在淡江的活动报名系统上面。那像是如果你要考多益、考托福，也会有相关的课程。如果以我来讲的话，我有考过 Adobe 的2张证照。那我会鼓励大家趁就是学生身份赶快去考证照，是因为其实你的上课地点、你的考试地点都会在淡江，很方便，然后费用也会比外面还要便宜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那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玻璃屋。你可以从这边就知道，就是它的外墙就是用玻璃，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电脑，然后很多学生。
这里就是24小时开放的，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在这边半夜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在那里做作业。像我自己之前也有，就是为了作业，然后可能半夜还在里面用电脑，因为可能有些付费的软体是自己家里电脑没有安装的，那就可以来这里用。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黑白音是不用钱的，不过大家还是要爱护地球。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 APP 叫做丹江爱生活，像是你学校 WiFi 的登入，你自己的课表，还有一开始新生可能会搞不清楚校园的大楼在哪里，那校园地图这边也有，还有公车的动态，全部都在这个 APP 里面。接下来讲到丹江的宿舍，丹江宿舍有两个，一个是松涛馆，一个是丹江学园。那松涛馆会在校内，也就是靠近水源街的地方，然后丹江学园会在校外，丹江学园就是男女宿都有，那走路大概会是15分钟的距离。我自己大一的时候是住松涛馆，就是下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规格，但是通常大部分都是下面是书桌衣柜，然后上面是你的床，然后大部分是四个人一间。那这都是要用筹钱的，因为没有保障名额。不过大一会名额会最多，所以像我大一就有抽到，不过我大二的时候就没有抽到了，所以我就外宿。那接下来讲到教育科技学系到底在学什么？通常教育这名字很长，所以我们会简称教科系。然后我们是有两班，每一班大概是60个人左右。通常听到就是教育科技的时候，会有一个迷思，也就是通常大家会最常问我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会惹怒教科人，就是你要当老师吗？大家会有这个反应。不过其实我们的教育学程并不是必修的，也就是如果你想要修教育学程，未来想要走想要当老师的话，那你必须要自己提出申请。我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教育科技的话，我会说用科技辅助教学。为什么教学要用科技来辅助？因为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很多的教学平台出现，然后增进了学习的效率，也大大降低受教育的门槛，变成教育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只有在教室里面，好像不是只有在课本里面。那这个就是往后在讲座之后会再更详细的介绍。那先讲我们的大学四年的课程，这张图你可以在我们的系网上面找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清楚的图。我们大概课程会分为四个部分，前面黄色的地方就是教育，你会学一些关于教育理论啊，然后教育心理学也会有机会让你实际上台去教一门课。那中间蓝色的部分就是比较偏向数位多媒体的，像是会学到程式设计，会学到2D 动画或者是 3D 建模，这些比较属于软体方面的。那通常我们在学的东西就会把利用教育的基础再去应用在数位上面，就譬如说假设我今天要架设一个网页，那这就会是一个教学网页，就是你会在利用一些教育理论的基础去设想这个网站要怎么建构。那另外我们会有人力资源的一些课程，譬如说会有就是人力资源的课嘛。那这是大家看到这边可能会想说，就是我们未来的出路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系网上面所列的大部分的出路，会分为这几个。其实就是看这几个就可以对应到我们的课程。譬如说第一个教材的设计，教材设计就会应用到教学理论，也会应用到关于软体数位方面的嘛。那电脑多媒体制作就是针对刚刚蓝色那个部分，可能你会制作一些影像啊，然后可能会运用到就是你可能额外再去搭配行销或搭配传播。那但是你在我们学校你可以学到一些基础的课程。那接下来就会有譬如说关于教育训练的部分，然后你也可以去考高普考关于教育的行政人员。所以其实会发现我们学的东西真的很广。那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去学习，就是你想要学什么，然后你未来想怎么走什么方向，找出自己的兴趣。
但是要去额外加强，因为我们学的东西比较像是基础的，所以未来如果你想走那条路，你就要额外自己去加强。那相似科系的比较，这两个名字就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像，但是实际到底差在哪里呢？淡江比较偏科技，而清华偏教育。其实大家可以去系网上面看我们的课程安排，包含清华也是，你会发现清华的课程真的是比较注重在教育方面。那淡江会有很多关于多媒体、关于软体上面的课程。那我接下来会针对就是淡江它教育科技未来的发展多做介绍。那首先讲我们是在教育学院里面，但是呢其实我们上课地方在文馆，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会以为我上课地点就在那个绿色的建筑物，结果没想到绿色那个建筑物是给就是教育学院的研究生还有老师的办公室。那我们实际上课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如果以校园地图来讲的话，会是在这两个地方，所以大家记得不要走错，因为其实距离真的蛮远的。那教科有什么硬体的资源？我们可以租借一些器材，就是你可以借单眼、借 DVD、借脚架，只要去登记就可以使用。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室，就是它全部都是苹果电脑，它叫做麦金塔教室。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课程会在这里上，那如果你想要用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登记。接下来我们有自己的录音室，这也是可能关于音讯上面的课程会用到这个资源。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新盖了一个虚拟摄影棚，那这部分我其实我自己还没有使用到，因为它真的很新。然后讲到特色的部分，我们考试很少，但是我们报告很多，而且报告都是以组为单位，所以你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就是要先想好，就是先看好自己要找哪一个朋友当做队友，以免就是遇到很雷的。那我们在考试周的时候，单张考试周是不用上课的，所以我们通常报告会在考试的前一周，然后考试周就会放假放到很开心，就是别人可能考十几科的时候，我们当周就大概考两三科系外的。但是就是玩也要玩的低调一点，不然会没朋友。那我们在毕业之前必须要做一个毕业专题，毕业专题会在大三下到大四上的时候，三个人一组，然后自己去外面找厂商去帮他们制作数位教材，就是像是把你整个之前所学的课程全部都应用在这上面。那我自己目前就是在大三下，所以我刚开始要制作这个专题，我所合作的就是一个团队叫做玩转创意，他们在做的是有点像，因为之后城市设计会被纳入国民教育里面嘛，那它是有点像用积木去学城市设计的逻辑，那我们帮他把这套课程做线上化。那如果问我什么样的人适合来读的话，我会说要善于合作，像我刚说的，我们几乎每个报告都是要分组进行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报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喜欢合作的人，就是很适合来读。那也要喜欢实作，因为我们考试很少，然后我们报告很多，而且几乎都是交作品，譬如说期末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交一个动画，然后或者是要交一份网页，就是一个网页的作品，所以要很喜欢实作的。那也要愿意自学，因为老师通常只会教基础，因为想想看嘛，一个软体然后用一学期，每一学期只上过一个礼拜只上一次课，其实很难把这个软体就是摸到完全精通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真的要自己额外去学习。如果以我来举例的话，那我之前是我对平面设计很有兴趣，所以我会自己额外花时间去学就是 AI 跟 Photoshop，然后可能会自己再利用学校的资源去考取证照这样。那我眼中的教科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其实教科出现在一个很刚好的时代。为什么会这么说？现在科技很发达了，其实已经整个翻转改变了整个教育的环境。像我说的，教育开始不只是局限于教室内，其实你在看 Facebook， 你在看
一些网络上的资讯，很多东西都是在教育你怎么去因应这个时代，因为这世界真的变化太快。像很多人可能会讲说，以前的职位，以前有的一些工作可能未来就没有了嘛，那可能以前没有的职位未来也会有，所以未来有如果有这样新的工作的话，你要怎么去适应，怎么去学习，是一件就是我觉得变化已经不断的改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教育这件事已经横跨了各领域。那对我来说，每个学期都是惊喜。像我说的，就是我很喜欢新鲜感这件事情。那其实每个学期都在学习不同的软体。如果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兴奋的话，那你还蛮适合读教科的。那教科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大概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沟通者，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把每一项课程都专精。譬如说，以城市设计来举例。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像外面一样，就是真的能够把城市就是做到很专精，但是你拥有基础的知识，你在可能企业里面你会跟这些人比较好沟通，那就是培养你和不同领域的人沟通这样。那接下来讲到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我会系内举一个偏教育，一个偏科技，各一个，然后系外选修再讲一个。首先是教学原理与策略，这就是系内教育的部分。我们会有在这堂课会有一个活动叫做微视教，就是你会分组，然后在期末的时候向全班进行教学。那这个主题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像这个课程就是你会从前面开始比较偏理论，你会自己设计一个教案，怎么运用到教学原理，那到最后的时候怎么去向全班进行教学。像我们那一组那时候是教 Evernote， 然后你看我们，如果你看到的话，投影幕上面会有，我们又分 Android 系统跟 iOS 系统，这是一个大概四五十分钟的课程，然后你就实际把那些教案上面的东西实际就是实行出来。另外一个是系内偏科技的，就是数位编辑系统，这堂课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制作网页。这是一门很累的课程，因为我们用到软体是就是 Adobe Dreamweaver 嘛，然后期末的时候真的就要交出一个网页。那时候我们是针对就是国际职工做一个网页这样，然后像我们就会有介绍一些比如说职工的定义啊，然后出发点到未来你可能在做职工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那时候真的是在玻璃屋里面爆肝，就是我刚说二十四小时开放那个，因为你就是在一个学期，然后你要把就是刚学好的课程实际就是做出一个成品，是一件很心很累的事情，因为它背后真的要做很多功课，像有一些东西可能你想用到的，但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并没有教到，那你就要自己上网去找，或者是额外再去问老师。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玻璃屋就是做到睡着。但还好我的就是我组员就是蛮 carry 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虽然很累，但是你后来实际看到自己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是一件会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第三个就是我的系外选修，那时候我修了一门课叫做弱势团体与社会福利，这堂课就是你要访问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也是分组报告。那这个弱势团体会是你那一组自己决定要去访问哪一个对象。那时候我们访问一个地方叫做成恩精神护理之家，在这边的院民都是患有思觉失调症的。思觉失调症就是过去所说的精神分裂症，那为了去污名化，所以后来改了名字。这个疾病大概就是会有幻听啊、幻觉、思考上面的障碍，像是他可能会一直讲重复的话，或者是如果没有按时服药的话，有可能会有攻击上面的危险。那时候我们就访问一个大哥，我们那时候就问他说，你知道就是自己为什么会送去治疗吗？因为他前面有讲到他之前被送到医院去，他就回答我们说，因为他拿水果刀杀他爸。所以其实可以知道他们，像我们如果问他说就是自己如果问他说你知道自己得什么疾病吗，他们是知道的，然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很清楚的。但是像这个大哥啊，那时候我们在问院长他的状况的时候，
那院长就说他被送到这里之后，他是和他的家人完全断绝联络的，所以就是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到底在哪里，还在不在。然后他说，院长告诉我们，有一次就是这个大哥，他就突然那一阵子很低潮，然后就突然就是大哭，他就说他的家人都不要他了，然后他很难过这样。然后曾经也出现过幻觉，就是幻觉他爸爸有来找他。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听到就觉得蛮难过的。然后院长也看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通常进来的人会在这里度过剩下的人生。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疾病其实和忧郁症一样，一旦患得了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只能减少发作的就是频率。那他就和我们说，就是通常进来的人再次离开的时候，就会是离开人世的时候。但是我会觉得，真的要把握每个当下。像以前可能会听到，就是要把握每个当下啊，然后什么珍惜现在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听到一些故事，或者是没有实际去有那样的感受，真的不会知道这种就是这些话他们背后的含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是你想要防止就可以阻止它发生的。有些事情好像就是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就是它的发生，然后束手无策。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真的只是把握每个当下而已。然后接下来是讲解我的课外活动，不然刚好沉重哦。我在大一的时候参加返乡服务队。返乡服务队其实在淡江算是蛮普遍的一个活动，因为很多校友会都会有这样子，都会出队，然后有时候有的社团也会有这样子的活动。那因为我的户籍在台中，所以我那时候是参加中投会，就是台中南投地区校友会。然后这是一个筹备一个学期的活动，会在寒假的时候出队。那我们就会到偏乡国小带营队，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到南投地区的偏乡国小。那整个筹备期像我刚说的，就是有一个学期这么长，然后这一个学期会有很多的组聚啊，然后会有学长姐帮你验收，那你会自己完成一份企划，就你会学到如何写企划，到最后营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实际把这份企划去执行。那我觉得会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事情。那时候因为我出过两次的返服，然后我在第二次的时候我是担任队服组的。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超级调皮的小孩，就是那种小恶魔，他调皮到就是整个服务队都认识他了，真的是让我很头痛。但是他在最后一天我们在国小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会帮小朋友的笔记本上面写一些话留给他，他就拿着笔记本跑来找我，问我说，就是姐姐你知道你写的是哪一个吗？他问我就是我的话是在哪一页，然后他就在我面前把我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些小朋友的其实心里就是好很单纯，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是用真心在对待你的，然后是真的把你的话你的一些可能行为举止是真的放在心里的。然后结束之后，其实有在反复回到家之后，我有一阵子就是在思考，就是我们出反复结束之后到底能够留给他们什么。就像我们去那间国小，我们把情感带给他们，和他们之间有连接，但是又在离开的时候好像又伤害了他们。那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到底留给他们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后来我有参加一个社团，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叫做 TEDxTKU。大家可能听过 TED 演讲，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TEDx。这个 X 就是在地，就是 independently， 就是在地的举办一个 TED event， 一个年会。那我们就会向美国那边的 TED 申请，那他就会授权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主办独立的年会。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们说，我们是。像之前面试的时候好像有人问我们说我们是美国那边派来的人嘛，但不是，因为他授权给我们，所以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当地，就是在台湾在淡江的人，因为 TKU 就是淡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淡江举办年会。
TEDx TKU 在淡江已经举办了3年的年会了。然后很多人会很好奇，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团，但是我们和一般的社团运作方式不太一样。我们的团队是不定期招募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新血，我们才会就是发出招募的消息。所以像我之前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社团博览会，但其实我们不会在社团博览会摆摊，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社团是每一年都会招募一次。那像有时候别人问我说就是我在忙什么，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在忙就是 TEDx 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说就是你要上台，他问我说你要上去当讲者吗？然后那时候就会有点不知道从何解释，因为其实我们一整个学期，像我所说的，我们是策展团队，所以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办这场活动，那所以我们也不会有社课，也不会请老师来演讲，因为我们整学期就是为了那一年的活动而举办的。那我所待的组别叫做创意设计组，就是其他社团会叫美宣组的这个组别，然后就是负责活动的主视觉海报，还有粉丝团的发文图跟一些其他的平面设计。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团队的一点是每一次的讨论都是不就是活整个活动的讨论是不分组别，大家可以一起共同讨论的。像可能有些社团分工比较明确，就是美宣组可能就单只做美宣组，然后活动就单只策划活动，但是我们整场活动都是可以有团队的每一个人一起共同参与一起讨论的。然后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讲者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叫薛玉轩，然后他之前是在西班牙一个舞蹈学院里面就读，是一间很难考进去的舞蹈学院，不过因为一些同侪的压力让他就是患有忧郁症还有精神分裂症，也就是现在的思觉失调症，然后他就回来到台湾，他就讲说就是他怎么重新找回他对生命的热忱。那时候我在听这个演讲的时候，我是站在我的工作岗位上面的，不过我听这一边听一边哭，就是你好像可以从他的眼神去感受到他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整个过程内心的挣扎跟他的一些无奈，然后一些可能有一些励志的情感在里面，就是好像能够就是完全就是可以感受到故事的感染力。然后那时候我就一边哭一边想说，就自己很荒唐，就是明明身为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哭屁哭哦。不过那时候我就望向观众，然后我发现观众席的每一个人都在哭，哎，大家都红着鼻子擦着眼泪，我就觉得整场这个整个场地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着同样的心情，然后就觉得故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奇妙很能够启发人很有感染力的事。那之前我说到就是我们学校有就是国际处那边有一些交流的活动，那我自己是有参加过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就是天津的两岸论坛，另外一个是去哈尔滨的，然后我两个就是这两个活动在同一个学期，所以我体育课就被当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值得啦。像是这个天津的两岸论坛，就是它是一个姐妹校的交流，然后会有国际处那边进行面试甄选的。那时候我们的论坛叫做主题是领导力，然后会有台湾的学生，那时候我们是有淡江然后台大跟政大，然后会和天津的学生就是针对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那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进入会场之前刚好有一个空档，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散步，就看到有一个大妈还在跳很像广场舞的东西，然后她穿了一身也很特别的衣服，我们就跑去搭讪她，然后问她可不可以教我们，就大家就穿着就是西装在那边跳16步舞，然后我就边跳边怀疑人生，觉得这真的是太荒唐了，但是一个 很有趣的经验。那我们活动其实有很多部分，像是不只会有论坛上面的讨论，还有底下就是我们会有机会可以去游河，然后每餐都被喂得很饱，就是这整个交流活动你的吃和住是会由对方
就是对岸的学校帮你招待的，所以你自己只要付机票钱就好了，然后大家都会帮你照顾的好好的，就是你每个行程你只要按照走，然后就吃很饱，然后睡不饱，但是玩得很开心。然后你回来淡江之后，你还可以向你们的系上面申请补助，就是交流活动它会有补助金，那其实整个活动下来就会真的很便宜。真的，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们实际和对岸的学生接触之后，发现我们对彼此都很好奇，就是对于彼此的生活环境啊、用语跟可能当地的美食都很好奇。像是有一次，就天津的有一个学生，他就很认真的问我说：“哎，你在来大陆之前，你对大陆的想象是什么？”然后他用那种很热切、很认真的、很好奇的表情在问我，我就觉得这也太好笑了吧。就是彼此可能会对对方有一些有一些想象，但是就会很好奇对方在就对方怎么看待自己的可能整个生活环境，然后可能有些用语也很不一样，像是台湾人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影片发给我，但是对岸的人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视频发给我，所以就是很有趣。那接下来讲经验，经验就是校外的经历。我在升大学之前，就是考完指考的时候，就到和我的一个闺蜜就到欧洲去自助旅行，为了庆祝终于脱离国民教育了，心很累。然后那时候我去了三个国家：荷兰、比利时跟法国。我特别想讲的一点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荷兰的时候，我们要搭火车去羊角村。那时候在月台上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像，就是很像华人的面孔，然后是一男一女，但年纪很像是我们爸妈的年纪。那时候我们以为他们是就是夫妻，然后出来旅行。可是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去搭讪他们，没想到他们是他们是大陆那边的人，然后但是他们来到就是荷兰之前，他们不认识彼此，他们是各自有家庭，但是他们透过一个类似旅游的媒合平台，然后就是在那平台上面认识到对方，然后就是当有点像是一日的旅伴的感觉。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就是明明他有家庭，可是会想要自己出来旅行。那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就是他觉得生活就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找时间就是抽出来，然后给自己一趟时间可以好好的沉淀心理，也许是一个旅行，然后可以和自己对话，然后整理这个过自己的人生这段期间的一些可能一些想法，一些沉淀。那从他们口中，他也和我们叙述就是大陆的生活环境，这种他们口中，然后好像突然认识到一个地方的感觉，我觉得蛮有趣的。不过因为认识他们，也开始让我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就算老了，年纪大了，也不要停止探索。这个探索不只是对世界，还有对自己，因为像我说的，每个阶段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变化。那我觉得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有去尼泊尔做国际志工，那是一个从小愿望，因为我就是国小的时候，好像我们老师有播过一个就是关于印度还是菲律宾那边就是平民的影片，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好不一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我好想要去做就是国际志工，好想要去了解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想要帮助他们。但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我妈不让我去。我升大学了，就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那时候我们做的就是，教小朋友英文，还有厕所建设。我是参加愿景的。然后为什么会做厕所建设？就是因为那间国小没有厕所，然后附近的居民就是开始抱怨说小朋友会到他们田里面大小便，所以我们就帮他把厕所建设起来。那我觉得一趟很好的旅行需要有一群很好的伙伴，我很觉得很幸运可以遇到这群人，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一个很比较困苦的环境，然后每天又是这样就是很劳力的工作，
那大家就会很关心彼此，像是可能会一直提醒彼此要记得喝水，补充水分，不要中暑。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会在，我会觉得我好像还没有提出求救之前，就会已经就有人看到，然后主动和我伸出，主动把就是向我伸出援手，这是让我觉得就是在好像在一个比较状况不好的环境下，你反而更能够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温度。那就是很开心能够遇到这一群人。那这个小女孩叫做 Monica， 她那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她16岁，她是这间国小的一个学生。那时候我第一天认识她的时候，就是她就把我拉到他们教室里面。那时候刚好是中午休息，所以教室没有其他人。她就把我拉到他们教室里面，然后就开始和我们聊天。她就问我说，就是我们听过 Justin Bieber， 然后我就说，哦，这小孩就是蛮国际化的哦。我就说有，我听过。他就开始用他手机播 Justin Bieber 的歌，然后逼我跳舞。然后我那时候坐在位置上，我就想说，no thanks。但是这个小女孩很荒唐，她就把门锁起来，她把教室的门锁起来，然后就在暗示我说，如果我不跳舞的话，她不让我出去。我就觉得，你知道我比你大吗？你是这样对待姐姐的吗？真的是很不可理喻。但是我们后来变成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在我服务的最后，算是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在校园里面走路，然后他就突然转身跟我说，就是叫我把手伸出来。我那时候把手伸出来，他就在我手上别了这个手环。这个手环他说是他妈妈编织的，然后他希望我可以收下。那到现在大概三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把这个手环拿下来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手环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故事，也是整个旅程中最有意义的纪念品，导致它现在有点脏。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段对话，就是那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团员就问 NGO 的人说，就是在尼泊尔当地 NGO 的人问他们说，就是 If you live in Nepal since you were born, how would you know life could be different?就是你从小如果都住在尼泊尔这个环境，那你怎么知道可以有所不同？他怎么会知道要在？他怎么知道要成立 NGO， 或者是要怎么知道在 NGO 工作？怎么知道要让尼泊尔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好？他就回我们说 ：“I wouldn't know. I have education and travel, so I know life is not like this.”他说我不会知道，但是他受过教育，也曾经去旅行，他看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他知道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开始发觉到教育的影响。教育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观点，有更多的眼界，会让我们重新回归思考自己现在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本身，还有所属的环境。那这样视野会让我们开阔之后会有很多的启发性，也会更促使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改变现在的环境。然后我就重新开始思考，其实教育已经比我原本所认知的还要更广更有意义太多了。那我在大二的时候也有曾经帮公司做商品包装的设计案，但其实这并不是，就是这是一个很意外的缘分。为什么会这么说？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在咖啡厅里面做作业，那时候我们在做 2D 动画的作业，然后我就听到旁边有就是一群人在讨论关于电商，我听到有什么他们在讨论雅虎奇摩，在讨论虾皮，然后我就觉得就一直叽叽叽叽，好吵。然后我在做作业，就很希望他们等一下赶快离开。那终于他们那群人就是讨论完离开了，我觉得哦，好清静哦。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他就嘣嘣嘣冲回来到我旁边，然后就抬头看他，他就递了他的名片给我，跟我说他们那一桌的其他人看到我们在做动画，然后看到我们在制图，他就说他们公司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跟他合作，希望能够用类似接案子的方式替他们把制作商品的包装。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哎，好酷哦，就是有人向我递名片，然后我妈就说这应该是诈骗吧。结果没想到
我们还真的到他们公司去帮他们做玻璃吸管套的设计。这张照片是那时候我们就跑到他们公司去，然后我们就是印了一堆色块，在研究就是哪一个颜色配对会比较适合。那我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学到的是，回归思考的目的。像是我之前在做图的时候，我可能只会觉得，只会想说我觉得哪样比较好看，但是在做商品的时候，那个公司里的人教我们很多，他说你要去思考在消费者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商品，那消费者在购买这样的商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观点，看到这个会有会是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就是让我学到换位思考这件事情。那像我说的，就是之前我对于平面设计很有兴趣，但其实有一阵子我蛮迷惘的，就是我不知道设计是不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事情。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说做设计了，我还能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决定先把设计这个东西先放在旁边，我去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地方。那时候我就来参加 STB 种子人才培训计划，它是一个6个月的培训，然后它会培训你商业的思考方式，还有商业的提案。那所以我们会上课，会有一些可能企业来讲他们公司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或者是讲他人生的经历。那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真的可以与企业接轨，像是，他会出一些，就是整个培训他会给我们一些企业的痛点，那我们会针对这个痛点进行提案，然后真的可以实际面对面和一些企业家做交流。像我的企业导师就是合成家具的副理，然后那时候这就是我们就是这一组的人，就我们的企业导师都是他，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见面，然后一起讨论关于我们的提案，然后一起针对一些可能人生的一些经验分享，还有未来职业的规划，还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我们怎么去思考一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很棒一点是你真的有机会和一个企业家做面对面的沟通。那这个跨领域的过程也让我就是感受到一件事，就是你在不同领域的之中，你会看到很多自己不同的可能性，像是如果像我认识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人，那我就会开始接收到他们生活环境，跟他们就会和他们聊天之后，发现他们的所学，然后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我好像蛮有兴趣的，我好像可以做，那是不是就是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因此而多了一个选项？那即使是跨领域，我会和自己的领域有一些共通点，像是有时候你在提案的时候，其实像我就可以用教育的角度去思考这份提案要怎么去发挥。那或者是像我之前做平面设计，那我在做商业简报的时候，就可以运用之前的所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跨领域也是有很多共通点可以让你去发挥的。那后来呢，我在大三的时候来到 IH 实习。我所带的组别就是 Product Team， 就是负责生产线上的讲座，包含就是我现在录的这个讲座也是由 Product Team 负责的。那我们会做一些简报的制作，还有影片的编辑跟上架，跟一些可能讲者的事前联络，帮助讲者怎么说故事。那这些就是在工作过程中让我了解到观察细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是这份简报。这份简报会觉得很简约，好像是很多不同颜色的底加上文字而已。但是其实，文字的大小、文字的位置，它都有很多细节在里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会有更好的那种体验。那很多细节都是藏在里面之中，这也是让我就是学到很多的地方。接下来讲我的心得与收获。回到讲座主旨，为什么把握学生的身份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学生身份是一个别人还愿意教你的年纪。像我后来发现，就是
虽然我还没出社会，但是我开始发现出社会之后，大家好像会觉得很多事情你应该要懂了，很多技能你应该要会了，所以真的要把握学生的身份，因为在这身份别人才会有那个意愿去教你，会觉得你还是学生。那我觉得学生阶段一个很棒一点，就是大家会不计较代价为同一个目标努力。也许出社会之后，大家会开始讲报酬，会开始讨论薪水，但是在学生这个阶段，大家好像会不计较就是自己干新不新鲜啊，不计较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为了那个努力很单纯的为了那个目标很单纯的努力。那我建议就是真的可以把握学生的身份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因为就是这个阶段它让自己人生有不一样的经验，大家也会只是觉得你热血，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像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搭便车环岛，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经验，因为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再利用那个时间去好好的重新的沉淀自己的心理。那讲到自己，就是其实我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认识自己，就是在大学里面我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什么，因为你想学的东西已经不局限在你的科系了。像我所说的，其实外头有很多的课程，很多的讲座，很多的培训计划，很多的学习机会，那就是自己要去摸索。但是可能科技发达也是，然后大家的资讯交通大家的资讯会流通的很快速，然后你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真正开始探讨自己到底想要学什么。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就是让我感触蛮深的，就是你人生有很多的答案都在你的舒适圈之外等着你。我会有这么多感触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脱离舒适圈之外，你会看见自己很多不同的面貌，就像是你会有很多契机可以认识到你自己。假设如果参加社团，在团体之中，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对于想行销活动好像蛮厉害的，或者是在上台报告的时候，上台报告给大家听的时候，会发现哎，我原来我讲话的逻辑好像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契机让你去重新认识你自己到底擅长什么，适合什么，那你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然后也许你会发现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我好像蛮可以做的，那你就会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也许你的人生就会因为你这样的发现，你这样的努力而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最后是我想勉励大家一句话，就是不论你过去是不是跟我一样有曾经为了自己的人生或为了未来迷惘过，但是我们从现在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其实选择权都在你手上。这是一个大家就是老师很爱讲的话，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的人生就只有这一次而已，你想怎么活真的是全都在于你。那哦，对，我要公布答案，就是在澎湖出生，他的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是 X， 就是 X。那时候我还记得国小的时候，我们在填就是身份证字号的时候，我就写 X，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 ：“X 是哪里啊？是火星来的吗 ？”X 是澎湖啦，你猜对了吗？好，那谢谢大家收看我的爱奥日讲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拜拜。